5号至6号，习近平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成、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王立霞陪同下，深入巴彦淖尔市的自然保护区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、林场、水利部门等调研。位于黄河几兹湾顶部的乌梁素海，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，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、水质净化、防林防汛等重要功能。 是我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，是控制京津风沙源的天然生态屏障。5号下午，习近平来到这里，了解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，查看乌梁素海自然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。习近平强调，治理好乌梁素海流域。 对于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乌梁素海治理和保护的方向是明确的，要用心治理、精心呵护、一以贯之、久久为功，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清水秀、空气新的美丽家园。随后，习近平来到位于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。 查看土壤种子样品等展示，对当地开展盐碱沙荒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，推动科学灌溉，推广现代农业，表示肯定。习近平走进田间，仔细查看小麦、辣椒长势，向现场农技人员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。他指出，示范园区要在推广现代农业方面真正发挥作用。 不断探索，找到适宜这里的品种、技术和耕种方式，成本要降下去，效益要提上来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河套地区条件得天独厚，虽然不缺水，但也要节约水资源，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，不能搞大水漫灌。总体上看，内蒙古的草原已经过目了，要注意休养生息。 6号上午，习近平来到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，了解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情况。自1978年起，该林场大力治理耕地盐碱化造成的土地沙化问题，累计造林3.9万亩。在林场，习近平听取内蒙古三北工程建设和林场治沙造林情况介绍，并实地查看正在治理的沙地。习近平强调。 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，就一定要防沙治沙，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，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复。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成。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，防沙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，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，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。 林场的工作很辛苦，也很有成效，要继续做好。科研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，把实践中形成的真知变成论文，当党和人民需要的真博士、真专家。习近平随后来到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。河套灌区是我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，现已形成完整的7级灌排体系。 习近平结合沙盘、屏幕，听取当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河套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促进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等情况介绍。习近平强调，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，花了很大功夫，也很值得，要继续完善提升，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。同时，要量入为出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。 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。